快的吗？这么短吗？我跟艾瑞克在一块儿。哟，潘多拉下来吧。行，闪关了吧。取不下来。看一下周围能不能找到类似于制高点的东西。查进 M 二悍马。听到了吗？清真寺上面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如何？那个1166。对面房子感觉会好一点，我们想办法摸过去吧。听到直升机的声音。OK， 自己摸过去。哎，对了，动作要快一点。他们刚才说直升机是来接他们的人的，那可能要强攻。我们俩先上这边楼顶，我们俩先上这边楼顶那个能收到。我们能不能把直升机打下来？你让叉 G 打，叉 G 有穿甲弹，我们这边可以把门口的这些人搞掉。哎，我发生了什么？那是美军的直升机，但是底下炸的不知道是什么，直升机还在，直升机还在。直升机被打下来了，不是我们干的，不是我们干的。我操，你们这边太明显了，你们这边太明显了。那个武装车看着你们。哦，等一下，武装车现在没看着。我貌似听到某种武器的开火。非常熟悉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武装车朝我们这边看了，武装车朝我们这边看了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我们打进去吧。我又。要不要先把那两个干掉？把那两个人干掉。叉 G， 你负责那个机枪手，我负责车边站着那个。SW 方向路上有人 Eric。司机雷良，你的。准备好了，叫一声。准备好了。三。这边有车身。一，开火。都死了。美军的增援好像来了，美军增援来了。装甲车是 ES 方向的声音。走下去，我们先进去。还有美军在 SW 方向，还有美军在 SW。我们先进去把人救了，然后我们跑，直接趁乱撤离。好吧，我先下去看。我在悍马旁边等你们。我一会儿上去把悍马的灯关了，要不然它会照亮。其实我觉得这悍马要是能坐下的话，我们直接可以开这个悍马跑，所以先别动这个。我去关灯，我进去关灯。我去，刚才清真寺楼顶看到是有人的，但是现在都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可以把雷射打开了。艾瑞克，
别开可是的。这边正门，正门里边有人，好像。等一下，里边有人质，我看到了。然后有一个美军，我直接穿墙毙了。我毙了，毙了一个。里边有三个人。其实是墙壁那个房，墙边墙上有人。这样。开火吧，看见了就开火。能保证级别的开火。我进来了，大厅里边没其他人。我也进来了，二楼有，二楼有。有一个。打死！还有一个正门有敌军，正门，正门有三个。我上来了，我上二楼。我靠，是三楼刚才出来一个击毙了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？就这三个人质，要不然先给他们汉马装到下面。你别运符五楼，让我来，放下。继续掩护。插进你掩护一下，我把房顶上 SF 放下。我上那个墙点了，注意一下。正门这个汉马抢下来了，我把一个人放到门外那个武装和汉马了。正门汉马坏了吗？啊、兄弟们，我好看到高达了。高达在 ES 方向。正门还有一辆汉马。正门艾瑞特倒了。正门还有一辆悍马，可以借用一下。兄弟，我在 ES 方向看到高达了，两辆在那走，三辆。收到数据。我把那谁拉起来了，我把那个艾瑞克拉起来了。我艾，你去和谁来帮我抢这个悍马？雷良，我和你一起。OK， 你不用上了，你退回去，我把它开到那。艾瑞克，你悍马的机枪手。外边那个我已经放了一个，我已经放了一个人进去了。我现在把这个车开到跟那个车一块。收到。艾瑞克去。还有人。他好像在房顶。楼顶。先把人质送上。把人质放上去啊，瑞克！我朝屋顶扔了个手雷。楼顶有敌军。我不知道炸到他没。放好了吗？人质都在车里。放好了。走走，开车。插进。炸了。来，我这个车需要一个机枪手，艾瑞克上。艾瑞克，你上去那个。我们就按着。我先。不用画路线了。你往哪儿开？我们现在就走。我先去通知总部。先别通知总部，先开出去再说。那这地方太他妈的。插进找路出去。我还在，只是这个好吵啊，听不见你们说话。我知道，你就看到敌人就打就行了。雷良，过来了。你们掩护一下，我通知总部。知道，我把车停到外面。艾瑞克，你掩护一下。艾瑞克，你缩回去了。艾瑞克，你在这车里边摁那个，我好像听到声音了。大概啊，看到了 ，N 方向过来了，黑鹰。他说的是黑鹰吗？对，黑鹰。讲真，我全程都没看到有高达。我听到高达的声音了，他开火的声音。
插机掩护其他人吧。把人质卸下来。我要告诉你一下，那个我们机甲旁边有敌人，我们机甲旁边站的全是敌人。步兵还是机甲？步兵，步兵。机甲上面。莫言，旁边是友军啊，说一下。好吧，那旁边是友军。好了，艾瑞克你好了。看到我指的地方吗？哦，暂时没看见，你人在哪？我开雷射了，我开雷射了。啊，那边是个机甲的，露了个头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机甲对我不给。走。我来开路吧。插进你带了多少发筒子？我没带筒子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双击 C， 艾瑞克双击 C， 能走快一点。我到我们机甲这儿了，我先上一个。用那个 ECE 互动检测。我跟我们自己人接上头了，我先上机甲了。用 ACE 互动检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进驾驶。Driver 是吧？对 ，Driver。对啊。哦，好，对啊，可以。Eric， 去机甲旁边用 ACE 互动。
现在咋办？我们的268方向有机甲，先打一下，我通知总部。我没看到敌方机甲，暂时。哦，看到了。去哪儿？这帮机甲去哪儿了？啊，我们附近有五个机甲，清理他们，然后直升机会来接我们。打驾驶舱。那个死了吗？死，他没开灯，灯关了就死了。阿瑞克，你先找地方掩护，你先找个掩体。那边那个死了。那边那个死了，他们那个脱出了。等一下，有台 RPG 的上面。RPG 是，步兵是有。我在对付刚才打你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我去用艾瑞克那个机甲。收到。我们好像看到了外面。我靠，这个机甲拿他们。背后，我有个机甲，拿他们坏的那个机甲当那个挡箭牌。哦，干掉他了，干掉他了。还有哪有？46方向，那是敌人吗？撤离了，那个人撤离了，我干掉他了，我弹药用完了，我弹药用完了，莫爷。那边炸了一个，弹药用完了，现在都怎么办 ？Fuck！我们机甲插件怎么？你带高爆弹之类？没有。还有几个地方机甲活着？不知道，我看不见，我看不到了。应该还有个机甲，我们这边。貌似只剩我这一个，我方只剩我这一个机甲。没有，还有一个 Eric 的那个。Eric 那个也炸了。我这，但我这里看到一个。哦，跟我正好啊，没什么。我们清理完了，友军直升机从我们 N 方向过来。收到。我回来了。检查一下自己，包扎一下。我可以下机了吗？是吧？有直升机的声音。友军直升机。然后我怎么从这机甲上面下来？现在是个问题。锁下。OK， 好吧。
我他妈又进去了，想怎么出来？好了，我下来了，直升机在哪？我也等，其实我也是一买了。艾瑞克，底下风景如何？美军那转后面去，你是不是忘了这是美军的地方，我们得来穿美军的衣服混一下，你是不是傻？那你早点说呀，你确定是自己人吗？我不确定。